总冠军系列战的第五战。Ryan 这个球掉了，王俊彦漂亮的一个上篮，两分。Ryan 转到正面，选择直接拔起来的出手，两分到七分。但是以辅元体系来讲，他们的大前锋董国军转到总统台，下一步之后在底线的出手。Ryan low post往后跳，在底线的出手。海滨这边有多打少的一个机会，南元选择自己上场。Ryan 三分线外的出手。